也别说流年不利啊、嗯，<laughs> 咱们都得大吉大利才行啊！大吉大利，哎，不过确实这个有人说这个娱乐圈是流年不利啊。呃，这个那个咱们今天欢迎王海林老师，嗯，这个圆桌派做了这么多期了啊，一直有网友在呼唤说，哎，那爆料天王呢？爆料天王、啊，你现在是我们反黑组爆料天王、哎嗯、是吗？哎 所以，我一听说说最近谈一谈什么明星这个八卦的事儿，我说我从来也不谈八卦，主要是我说八卦，你敢听吗？<laughs> 对。 我们节目从来不说八卦，但也不能一次都不说。主要是最近这个八卦震天响啊，什么从韩国那儿都起头了太太阳宋慧乔双汇，不是双宋双宋双慧火腿肠，双宋植入啊，双宋离婚，说是什么太阳的坠落了都，然后呢，咱们这边这个这个什么分手啊，呃，什么我们还是我们啊。 是吧？还有，哎，我都数不过来了。怎么你们娱乐圈都扎堆儿呢？婚结婚的多吧？结婚的扎堆儿，离离的、分手的也扎堆儿。对，这是什么现象？这就是好现象。这就是有有大, <laughs> 大家都不勉强，天下大事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这点事儿嘛。只不过现在把这个事儿都拿出来，就直接就都那个谁谁那个林志玲结婚是吧？因为男友比她小几岁嘛。 那、嗯、我看到最逗的那个评，我觉得评论太精彩了，那个评论是极富这个表现力。比如第一个，我看那评论就是说，就是这是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然后呢，旁边下面那条更厉害，下面说。 我看这个是不良资产剥离，全是经济界术语。哎，这就变成一个，就是就是一个娱乐了，娱乐。哎、呃，对比听相声都过瘾。嗯，哎，汪老师，呃，给爆爆料，好，嗯、你了解的内情多。林志玲、啊啊、是是这样的，<laughs> 这个我们娱乐圈内情呢是这样，哎，一般不告诉我们编剧，因为编剧有性格缺陷，啊、就是他无法保守秘密。 对，呃，这个因为他没有的事儿，他都能编出来。对对,对对，所以人老说你们那个，呃，你老举报说他们那个买收视率干坏事儿，呃呃，都有你吗？我说我从来没参与，人不带上我，怕我说出去。<laughs> <对>所以没事儿，你编我们也爱听。嗨，<laughs> 你给我们编编。其 <laughs> 实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群众爱看的这个八卦呀，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不是真相。 嗯，有意思所以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在于哪儿呢？我一看，哎呦，不是真相，它是事实，事实不等于真相。嗯，假象，事实有可能是假象。哎呀，这深了，哎，你给解释解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冰山上面百分之百分之十，下面百分之九十你没看到、嗯，那等着你呢。呃, <laughs> 呃，你比如说。 为什么离婚？嗯，包括有一些选择什么时候公布，嗯、其实可能人家早离了，早,离了早分居了，为什么不公布？其实就要说到这些年有一个情况，就是资本化的情况。我们很多的明星都参与到资本运作里边去了，不是说你想离婚就能离的，资本不答应，这些资本运作没有完成，你在这中间 你们俩都是，比如说明星夫妻，你们俩一宣布离婚，股民怎么办？投资怎么办？有很多复杂的背后的经济原因，还有就是代言怎么办？现在有很多那个商品的代言，嗯、你的身份特殊，你代言的商品特殊，在代言期内，如果你改变身份，比如你是个母亲、哦、啊，那你这个就要巨额赔偿。 他是这个业内人，我是业外人。只不过我过去历史上在那业内混过，就老听一耳朵事儿。现在那个合同我听说，我的有这么签合同，那很吓人。你主演，你的体重在拍摄期间不得超过多少？嗯，明白吗？你你拍摄的时候，你突然变成一胖子，谁受得了啊？人你这个形象下来，形象下来没没没人看了。所以你作为男主演，你在拍摄期间体重上限是七十公斤，下限是六十八公斤，你得控制体重。 对你说这个，我确实觉得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合同啊，呃，你你说怎么按怎么叫依法？比方说，呃，他们跟我讲有的签哈，那当然，你这个艺人违法犯罪，这个影响了你的戏，这不用这没没有争议，因为违法犯罪是清晰的。但是他还有一条就是你道德风尚，那么离婚算不道德吗？那么你就是或者说到时候谁来裁定你家庭发生的这个变故？ 叫做违反了我们合约里所说的，呃，这个不道德了。嗯、那么，那没有说你不道德，只是说你你你在我这个资本控制的这个时期内，你不能伤害我的资本，嗯、是这样。因为其他上市公司对于这个法人，包括他主要管理层的这个婚姻状况，也是严格管控的。啊，以后明星签合约不准离婚，对吧？不准公布离婚、哎。方舟，你这么爱八卦的，呃，最近这一连串的，你你你们小朋友怎么聊啊？ 没有，就是就是，我觉得现在群众好像也变了。原来这个离婚啊，大家都说都很纯情的，就说哎呀，我不相信爱情了，怎么怎么样？就大家都是很纯情的。现在都是哎呀，肯定早离了，肯定就是捂着不说。所以我觉得群众都知道真相。所以我觉得群众都知道真相。<laughs> 现在大家也没有原来那么单纯，觉得特别相信这个明星的荧幕形象。现在都接受哦，他背后还有一套。最近这个现象特别明确是什么呢？ 是在这类的，就是婚姻八卦中，过去永远是离婚远远大于结婚的八卦，这次是结婚八卦大于离婚。你比如林志玲结婚，她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就是那那个网络瘫痪了，嗯、半个多小时都不通车，就所有人都要看她跟谁结婚，怎么回事儿。 过去就是这个这个明星们一离婚，大家觉得天大的事儿。现在大家觉得离婚是个正常的，结婚是个不正常的，所以不正常的就受到人关心的多。哎，你觉得林志玲为什么会找了这个日本的？那男的多八啊！八卦 <laughs> 那个男的我不太了解，好在哪儿？ 就是那男的，因为他原来是一个特别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成员，然后那那组合原来非常非常红，而且那男的特别特别温柔。就是我看过他上综艺节目，他对小孩啊，然后就包括对工作人员非常好，所以我不太习惯现在的人老用什么下嫁什么或者嫁丑男或者鲜花插在什么上，就是这种特别外在的标准去评价。我觉得那男的多好，要为我我也愿意嫁，但是人家就不愿意，但是我觉得那特别好的一个男的。<laughs> 哎，我跟你说，就说这个，你看日本有一个女的啊，我这个名字要是很很很谨慎的说啊，嗯、叫苍井优，说对了啊,啊，说对了吧？说对了，苍井优，哎，清纯美丽是吧？就是就不是那跟苍井空有什么关系、啊？您 <laughs> 好不容易绕开，<laughs> <laughs> 什么意思啊？<laughs> 姐妹是吧？没有,没有关系，苍井优，哎，非常美丽，对吧？嗯、青春那个偶像。 然后呢，日本那个粉丝也很不理解，嗯、嫁了一个说相声的，等于说就一搞笑的，嗯、也是长得也也就是不不比咱们强多少吧，嗯、对吧？好，但是呢，他们就说啊，在日本很多特漂亮的这个美女明星啊，嗯，好像就爱嫁这个搞笑的，嗯。然后呢，这个苍井又说了一句话挺好啊，就是说啊，他说你爱一个人，与其说你爱哪个男的，不如说。 我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我自己，就是就是这个女女的，她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她自己的这个感觉，嗯，是她最满意的。哎，你看，这也是一种婚姻观哦，婚恋观。 嗯，现在就是很自私嘛，你这不是就这个意思吗？呃，对，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爱，就我跟你结婚还是爱着我自己。哎呦，这个事儿比较复杂。不是，就是你能让我，你能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不是，也不是。什么<吗>？啊、我觉得是你么。猜不准。不是这样，我从女性的心理分析一下，啊、因为我也试着就是跟那种啊有钱的、在社会地位高的相处，我后来觉得我特别，就是尤其两性的相处啊，男朋友什么的，我我觉得我这我真的不喜欢我那时候的。 自己，因为你知道，就是你总会怀疑。 他们就是不知道看中了你哪一点，就是大家，大家就是形容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很美好的，就觉得哎，这很美好的故事。但是你不知道那灰姑娘整天多紧张啊，就觉得她到底看上我什么了？<laughs> 对对，然后然后，比如说我当时，我就会整天就在猜，就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她今天对你好，明天就会对别人好，而且你总在猜，就是她这个在你身上看到的优点，你其实并不存在。就是所以你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对，而且你花着别人的钱也没有什么安全感，<laughs> 对对对对你会花了吗？ 我没花，我都没花，我都那么紧张，<laughs> 啊、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也不是说自私，就是你觉得你每一天跟他在一起，你都是就后来都挺折磨的，钱花了以后就不紧张了，<laughs> 就是反正也就这样了。<laughs> 主要是没花钱，<laughs> 对,对，所以他紧张。呃、就是呃，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个娱乐明星，哎，嗯，就是咱就说这个星，刚才这个这个汪老师讲的，我一下想到我最近看的一纪录片，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嗯、你评分很高的英国拍的，就是《行星》。 嗯，行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应该叫八大行星啊，嗯、八大行星就行星是怎么形成的？它那个都是最新的科技了，用的都是那个探测器降落到上面拍的那个啊。嗯、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太阳系是活的，然后你就会看到有的行星是这个行星撞那个行星撞击形成的。你知道，就是我就想到这个明星，嗯，就是体量大的这个婚姻呢、啊，嗯，不管是结和是离。 它引起的效应都是天文效应。你确实，你知道，就是人家咱这个学历史的，您讲这个事儿，我一下都能想到这个明星婚姻的这个意义啊。就按照您说这个意义啊，有点回到婚姻的当初了，就是哈布斯堡王朝。 嗯嗯，或者汉代的和亲，嗯嗯，因为当你身上聚集的资本太大，就或者说他身上关联的资本，嗯，那真的是当关联到一个这么大体量的时候，你们的结婚哪还是什么爱情不爱情那么简单嘞。嗯，当年的欧洲这合纵连横，嗯，一个王朝就靠着联姻能统治多半个欧洲，都是我们家的。 欧洲的丈母娘们，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就是你看，那就是跟这个道理一样啊，嗯、就是我们这一结，那再换到今天的这个这个商业社会、资本社会来说，嗯、我们这一结，多少资本就勾合在一起了；嗯、我们这一离，多少股票就烟消云散了。嗯、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回到咱就知道过去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嗯、对吧？就是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恋爱中的两个人？ 他也很难像咱们小民恋爱那么单纯了。当然，他得考虑，比如说，哎，咱俩，哎呦，也一见钟情了。那么一下，这家伙，这影视，那个影视，这股票，这，你说他会这么考虑吗？或者说，他决定了，我要跟他好。嗯，那是不是一帮 CEO 就得跟他聊聊这事儿？呃，当然，这是肯定的。这个他的经济团队，他的宣传团队，每天是在开会的。每天 <laughs> 看见你们俩今天吵架没有？<laughs> <对>然后开会。是啊，包括俩人。 如果他要表白，怎么表白？他有大的文案组，他的团队一起帮着他。哎，我还听你说跟这个电影这个什么时候出来选角儿，都能扯上关系。呃，当然都是这背后的交易不一样。哎，报爆,爆料可以不点名，报爆,爆料、啊、不。但是我是说明星夫妻啊，嗯，我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我们经常马。 码这个演员盘子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呃，男主角找谁？女主角？哎，找他们俩吧，他俩是明星夫妻。”我这样，男一号也有了，女一号也有了。我说咱千万别。我说找演员，人家出去一下拍好几个月戏，我认为他们不愿意跟对方一起待好几个月，他们想自己待着。哎<诶>，我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我听到的他们分析那个离婚原因，恰恰就是因为这个艺人聚少离多，各自在各两个剧组，这不就是？但是你看见有有个别的啊，老爱腻在一块儿上一个戏，很少了已经。对对对。那为什么呢？工作是工作，就就回家见着他就行。这工作天天上班还一块儿，不愿意。如果能选择的话，他尽量分开，也有利于工作。 你像我们朋友圈里就经常听啊，就说哪谁够爷们儿。 好家伙，这个离了婚净身出户，说现在还拍戏呢，就每天三百六十五天，就为了就是说把钱都给老婆了嘛。嗯，那么所以就接什么戏都接。有几个这样的男演员，模范。过两年再离一次，嗯，再离一次，有这个离婚拍戏，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就是特喜欢结婚分财产再结。我如果谁喜欢哎，他就这个，我碰见过这个男的，他他不是这个明星啊，就是。 生活中只有这人，后来我说您这好，您这辈子过日子就是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结婚生孩子买房子，就这么一套程序，这辈子就这么过来。<对>平均七八年一来一回，每回都跟真的一样。所以咱老百姓很关心的就是那体量巨大的。我跟你说，你知道那个贝索斯吗？嗯、啊，亚马逊的那个。亚马逊的那个是创始人吧？嗯，这家伙哎，四千七百个亿。 嗯，四千七百亿，他老当然就是说他老婆也是相濡以沫，嗯、这么多年他老婆也挺独立的，挺有出息，还写小说，要不女作家，女作<对>家，这个特别激励我。我跟你说，我我为了向他们学习，我我这么来一段，<laughs> 就是说，二零一九年一月九号，世界首富贝索斯啊在推特发文，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是怎么写的啊？哎，就是说，我们希望让人们意识到我和麦肯齐的夫妻生活出现了新情况。 嗯，<laughs> 正如我们的家人和密友所了解的，我们俩相爱了几十年，但后来不得不尝试分居。啊，最终我们共同决定离婚，但仍是以朋友的身份一起生活。我们感到非常幸运能够认识彼此。婚后的每一年都是我们感恩不已。即使我们事先知道，哎，关键说这句话，即使我们事先知道，我们将在二十五年后分开，怎么样？ 我们还是会选择遇见彼此，步入婚姻。这就是您说这就好这个了，对吧？嗯、哎，九千呃九千多亿，将近一万亿的这个这个钱呢、啊，就是一人一半。嗯、而且那女的其实把大部分的钱都捐了。 就那那女的捐了很多钱，所以真的是女性楷模。我的人生目标也是得一大笔赡 <laughs> 养费之后，成立个写作基金什么的。<laughs> 对，我觉得做出贡献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这个男的，因为。 他还是动用了很多的媒体资源，就是包括去，因为他自己是出轨嘛，然后就是去去美化他出轨。或者演出轨了谁的闺蜜？对他出轨了他的朋友的老婆，好像是。啊、所以我觉得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拥有的这个话语权会更多一些。认认女性，她老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没有说什么嘛。 我觉得这也是体面的这个方式，就没有撕到特别难看。但是我们娱乐圈呢，其实现在越来越狗血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其实是舆论环境对他们来说严酷。嗯，这个哎哎这的对。因为严酷，使得他要撒谎。其实越严酷的情况下，他越要撒谎，越要伪装。嗯，越伪装，一旦伪装戳破以后，就特别狗血。所以我们很多所谓人设崩塌，也是因为现在舆论压力特。别。 再有一个社会本身也越来越狗血，还有好多我就我我有时候看点这乱七八糟吧，咱们个个狗血，个个你看着就就没逻辑，个、嗯、个你觉得这事儿要是由汪海林大编辑编出来，大家都说瞎编，但他就是个真事儿。对，今天就是这种类似瞎编的真事儿越来越多。哎，我的一种心理，我问问你们啊，就是说我私下里也爱八卦，说说说这个说那个的，对吧？但是我这个底儿是什么啊？ 我从来没认为我说的是真的，这、嗯、就,就是我的娱乐。嗯、你明白吗？就，嗯、但是我意识到我周围有些人呢，包括有时候去小饭馆吃饭，我听旁边那人桌说，这那桌说,、啊说哎、呀，说哎呀范，范明明就怎么怎么着，李云就怎么，哎，我听着听着，我觉得他是真相信呢、啊，就他真以为是他，分析的这样啊。嗯、我虽然是使用着这些个名字，但对我来说，这不就是个段子吗？是一种聊天高兴，嗯嗯 就我不就遇到过，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我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我被人认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在就在那议论说，哎呀，这谁呀、啊？说这蒋方舟。 蒋方舟你都不认识啊？说蒋方舟是谁？蒋方舟北大才女，现在跟窦文涛在一起。然后我当时我又在拍广告，我又不能，我又不能说，哎呀，也不是你。我终于觉得我的节目值点钱了，还能产生绯闻。这他们说的非常确凿，就当着我说。他对他认为他就是啊，就是。那这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对，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就我觉得我有，我现在在这个舆论混乱的环境下，我有时候又变得像这样你。 您能理解吗？就是说，我有时候不相信人私下里说的，嗯，我相信他表面的声明啊，这也是一种情况，嗯嗯，你、嗯、知道吗？因为你比如说啊，呃，一个大家这个这个娱乐八卦报道说他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这这这东西谁都不要负责任，嗯，但是呢，如果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他出来发个声明，他这个话呀，我我觉得啊，他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话可以说的有技巧。 但是将来不能给人家逮着，嗯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反倒宁愿相信那个表面的官方的，他官<殊>官方<殊>哎<殊>就是官方的<殊>公而告之的，因为那那个你自己公开打脸，嗯，那倒是美国有一个学者呢，他政治学者，他写了一本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叫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嗯、我们吃瓜群众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娱乐圈的故事、啊。 它的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共同创造、共同完善这些狗血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进去，而且互联网时代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发表意见，包括您说的那个，包括我看到林志玲结这个结婚以后，我也换成了岳云鹏的导航。对对对，那明星配合这种这种想象吗？ 啊、就是为了明星配配合这种想象，我觉得是在配合，有的时候甚至有意义的迎合这些想象，所以它也是现在商业社会就是娱乐化、商业化以后的一个新的现象。所以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就是去迎合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心心、呃、这个这个能看出来。<对>你看他那个发表那声明啊。 你要逐字逐句的，我现在是懒得惹事儿。过去啊，我就逐字逐句的敲他的那个话，对对对对分析他那些话啊。什么，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我们依然是什么,什么？还是我们，还是我们啊？你要如果正常的事儿啊，你要向社会宣布，理论上讲你可以不宣布，你宣布是说我们今日离婚，将来依然是朋友就很简单了。 对吧？现在都说的你，你发现很多流行的话呢，都是从这儿声明中来的。比如过去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叫“且行且珍惜”，对吧？哎、<且>您就熟、呃，且行且珍惜”这话根本好像我印象中宋朝也不是什么，文印就是这话了啊。<laughs> 但是它抄下来以后呢，这个这这个话过去没那么流行，一下就流行了，所以都“且行且珍惜”。

半长不短的，他还不给你啰啰巴嗦写特长，他也不给你就写一句话啊，他给你弄的那个恰到好处。所以这个传播，像他们这这种结婚离婚的这种事儿，都是过亿的嘛，那肯定点击都是过亿的。我觉得都在玩火，我不是说这些明星在玩火啊，我是说他们已经不得不了。就是你知道，就可能是就是岁数越大，这人越倾向于这个保守啊，相信这老辈子人的一些道理啊。嗯，嗯嗯我真是觉得。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现在咱们说谁火呀？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词儿，我就觉得不吉利。嗯嗯，而就说像像这个年代，就说哎呀火了，终于火了，好家伙！你比如，甚至于有时候觉得特可笑，有时候你看一剧组哈、啊，播两集，先是剧组内部造这个气氛，火了火了火了吧？火好像火了火了，你知道吗？太傻了！这这这但但但是有的可能光就就真火了。我就说这为什么不吉利？ 火了是什么意思？嗯，那你不就是烤鸭了吗？就是控制不住了。哎、你下边你不就你火了之后，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吗？你不就是在火上面烤的烤鸭吗？然后呢？所以我就说我玩我说玩火，就是我就说了，像那个行星那么大的体量，你你到字斟句酌，然后呢，你想在这个里边谋利，可是我觉得这个真是需要诸葛亮一样的。 诸葛亮都都都玩不赢啊！那那那那那，这面对着这么诡谲多变的这个这个互联网啊，这个这个民情、么舆、嗯、情，嗯、你真以为你是弄潮儿？你能？所以我们中间这个舆舆论这个发酵啊，它经常有变化。之前呢，比如说出现了出轨的事儿，出轨事儿呢，那么这个主人公的这个。 太太的态度就非常重要，他如果不原谅，嗯、这个男演员就瞎了。嗯，他一出来说，哎、呃，我原谅他，我接受他，基本上舆论就平息了。就是人家媳妇儿都不管，嗯、你管了，你瞎操心了、嗯、干、嗯、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做太太工作。嗯，比如说经纪公司、公司、剧组得做太太工作，安抚好。嗯、那么后来呢，有些时候呢，又发现。 比如说女方出轨了怎么办？然后呢？哎，后来说他们早半年前就离婚了。哦，那离婚了就不叫出轨，哦、那么也就经济损失就被挽回了。啊、你如果说，那是不是民政局呢？是不是半年前就离婚了？那不一定。但是你只要把舆论压下来，那你经济上的那些问题，比如说合约问题，你还要赔偿呢、啊，那也就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我我说我是一个反八卦的一个人呢，我就看到的所有八卦，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后面的情况、就是，就说哦，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息后面有些是猜得到它是什么原因。那既然那么复杂，当初为什么轻易结婚呢？<laughs> 结婚有的时候也是从利益的角度，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成功案例，就是原来他挺红的，他也挺红的，但他俩一合以后更红。 啊，哦、这个就是说，语携手走学，对、嗯，那价钱可不是翻一倍的问题，对,对,对吧？部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为它这个就是用现代化，它突破圈层了，就是原来是娱乐新闻，它现在还可以进入到比如说社会新闻，还有比如说家庭、家庭类的啊，它身份也更多元了，呃、对,对对对。你你觉得他们真希望更有名吗？嗯，我觉得是的，没有一个。 呃、嗯，演员是不希望有儿的。我可能嘛，也，可能要我要说，那肯定人家骂我装，那装就骂就骂。但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就适可而止。真的，嗯、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无比的凶险呐、啊。 这是日子过得可以了，对吧？虽然咱也没什么资本，嗯、这一两年还的是对吧？我这我现在真的觉得怕出名啊，说害怕出名啊。我原来有一次跟那个尔冬升导演吃饭，然后他说我特别感触，嗯、他就是说，因为他从小演艺世家，然后家里全是演员，他说他从小就进入演艺圈，他见见过所有上过这个到过山顶、见过巅峰的人，很少有善终的，就到了后面就是。嗯 疯的疯，惨的惨，有的他可能是接受不了这个这个，他稍微有点下滑，然后就会疯狂的扑腾，越扑腾越下滑，所以到后面他说晚年很惨，他说像他这样，他说他是。 自认为一辈子没有登过高峰、见过那个见过山顶的人，但是他说：“你看我现在还有还有饭吃，还能拍戏，然后还能提携底下的这样的导演，他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然后我当时就想：“啊，我也要做一个稳居二线的人。”你这样，我觉得见过高峰的人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惨，因为他接受不了他往下滑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挺可怕的。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你说，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哈，呃，好比说。 明星找明星，嗯，他我现在听了你说的，我开始相信，就是说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嗯，我原来甚至可以简单到我认为最早就是两个人相爱，跟普通人一样，呃，很多资本的问题、什么的问题，这是后来呃才考虑的事儿。嗯、第一，总是我们我们相爱吧。嗯，你你的意思还还不是不一定都是因为有很多成功案例。你以前我们最早知道的，像山口百惠跟山部有和的对关系。 <之>他确实对，因为他俩在一起，他是一个国民关注的一个国民现象，全国人民不允许你们俩分开，对，就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这么说，甚至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没准儿他们俩也可能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情况，但是,但是人民群众不答应，<laughs> 人民群众不答应。<laughs> 你看，你看他这种事儿哈，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在结婚前的时候都非常有名，尤其山口百惠是大名，对、嗯。然后他结婚以后迅速退出演艺界，而且到今天他也没有复出啊。呃，起码他这个婚姻的这个大部分这个历程都走完了。嗯，你知道，在中国演员就不行，中国演员所有观众认为。 金童玉女的全都走不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呢？呃，中国文化，你看那个谁，就是原来，呃，林青霞跟秦汉，秦汉嗯啊，那个在我们这个年代，年轻的我像他这岁数，所有人都认为这俩人是得结婚。嗯、如果他们俩结婚，就应该是像《山口百惠这路子吧？他肯定不是，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话有点谨慎。<laughs> 是是是对，不不，所以演艺人员他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就是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期待，嗯，人民群众的期望，人民群众希望你们把从戏里演到戏外，嗯，对吧？甚至你们成为国民夫妻，嗯，哎，我一直觉得这词儿也挺逗的，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没这词儿，<laughs> 没这词国民媳妇儿，对，国民什么老公，<对>国民什么，哎呦天哪，我想那那个人他得背负着多大的压力啊！<laughs> 这国民老公要离了婚呢，就是呃，老百姓不再去操这种心，就是说觉得童年童男童男育女的这帮演员，他应该凑成一对儿，觉得生活中就应该如此的美好啊！嗯、呃，从相貌到能力到什么都是一些，嗯、但是<对>突然发现我们这社会绝对不是这样，你越漂亮，你越有成就。我现在说的是女演员，我对女演员表示尊敬。嗯、我们先把这个事儿练好，尊敬,好尊敬的女演员，嗯，对。啊 他就一定在最终不是按大众想象的去走。我见到过，我们不需要去说人，因为我现在不能挨个点人名这我不敢。但是你仔细想啊，你其实心里都有人名他绝对不是看一开始，比如他一开始，比如说一个著名的女演员，最后一个著名的导演，两个人大家都哎这也可以，突然发现不是。不是人家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想法？去？不是我这么想，是他对，等等等等等等，是他自己这么想。 所有人都看见了，一开始，后来没走到头哦，oh. 你们俩挎着、搂着肩、挎挎着腰子走了好老远，最后消失在我们视视线中的时候，突然你翻过来，你换一人。 这一下不行吗？哎，玩意儿，这块这刚才不是说国民性吗？说国民性，刚才举的是伤伤刚才举的是这个《山口百惠》的这个这个例子嘛？为什么人家能走？我们说的不是我们俩拐着，你的视野就是还非得一直不能走，一直走下去啊？公众就是希望这样一个东西，希望希望夕阳西下的时候，依然爱情还存在。 几度夕阳红？嗯、哎，结果不是这事儿。夕阳西下是个布景，所以马爷说这个呢，就是，呃，大家关注这个明星的婚姻呢，很重要一个就是把自己对爱情的想象投射到他们身上。哎，对了、啊，还是编剧说的高吧？嗯、对，对就这意思。两宋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两宋呢，我老想起宋丹丹跟宋方金，哎、<laughs> 这个是 <laughs> 这俩，这个宋仲基跟女，对他改那剧本的事儿，对，就是。 宋仲基跟这个宋慧乔啊，对，他就是这样金童玉女，嗯，就是全国人民希望他俩在一起，嗯，他俩在一起以后，大家放心了，说这下好了，他们都找到一个好归宿，嗯，这过两年，他们俩自己不干了，这个就是他不照顾全国人民的情绪，是是是，他，我觉得对他他们俩，他结婚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三年，那很短嘛，那还不是不结呢？对他俩的商业上影响很大，现在，那这个问题就是。 那人家不说，对那人家就是说，人家需要为你的投射负责任吗？啊、那你就要买单呢，哎，你的片酬就下降了，嗯，是吧？那你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嗯、那么很多演员，我们知道，其实跟宋仲基和宋慧乔是一样的状态，哎、人家不宣布离婚，我明白了，市场是公平的，嗯，呃，但是这个谁都怨不着，真的谁都怨不着，就是说。 我们俩一结婚，突然发现我片酬提高了，我不能说不要吧。嗯、我即便再有风骨，嗯、我不能说这个增加的片酬是因为我的婚姻你们才给我的，所以我拒腐蚀永不沾。<对>你要这样，你牛是,是吧？但是你瘦了呀，<对>你瘦了，这里边就有一个一我们是因为你有一个模范夫妻，<对>你在演这个，我们才愿意看你戏，你的片酬才增加，嗯、所以你确实。 担着一份这个呢，所以我后来就是对所谓的“高光时刻”这个词有更深刻的理解。就是好多你比如说，好多好多明星来说，他结婚的那一刻是他的高光时刻啊，上面所有热搜怎么样，或者是他什么公共事件。但是，我后来觉得，所谓高光时刻，就是你获得了很来本来很多你不应该拥有的东西，不应该拥有的别人的希望的投射，不应该拥有的聚光灯。有一天你要意识到，说你是要还的，或者是这些东西你不拥有，但是在在你拥有的时候，你其实很难意识到这是人的。 这个自觉自觉的这个这个步，其实包括像明星的婚礼的问题，奢侈婚婚礼的问题，群众意见很大，造成。嗯、但是是 <laughs> 啊，对 <laughs> 因为一下婚礼花那么多钱，嗯、但是我多少了解，有些也是朋友，我说为什么呀？<coughs> 你为什么这么得瑟呢？他说没办法，是，比如说，我这有一个经纪公司，他那一经纪公司，一谈商务都有了，我结婚不用花钱。 赚全是赞助，还能赚钱，还能赚钱，然后呢？半个月我在各个媒体首页，嗯，各个时尚杂志我是封面。我为什么不去？这是他被一个商业的这个列车给绑架了，你不干也得干。 你干上以后你会更好，人家所有人告诉你都这个、这个、这个话，<对>基本对，有一个小小误差，它不仅仅被商业的列车绑架。 是他心甘情愿上，你还系上安全带，还跟这个走，就走。就假装是个绑架，就是我绑，好像不是特愿意。但上车以后，我发现这车也很舒服，也很快。我把安全带一系，歘跟着就走等到站以后，现在有点琢磨过味儿说：“哎呦，我真是当时考虑不周。”哎，但是你讲了这一番因果，我就明白这个贝索斯说的对啊。嗯，即便现在明白了，但是倒退回二十五年前，想一想，还是只能这么做。 因为这个时代推着你啊，你你你,你要不你怎么办呢？你你秘密结婚吗？哎、嗯，其实也可以，你为什么不？呃，也瞒不住啊，纸里包不住火呀。嗯，那那那种女明星要是结了婚就说好，那我就当个家庭主妇，那会不会就好点？就那一刻，他就自由了，啊、会不会这样呢？就女明星愿意说这个结了婚之后，我就就退圈了。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不是他、这个，他如果在在那个位置上，他不会退。对对 他是这样，他是没啥名，退了退了，谁也不知道。他如果在那个高位就高光时刻，你往上退，那除了山口百惠，他第一，他有日本有这个文化。对,对对，啊，他退下来以后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那现在我们假设、啊、我不能说人名我老想吐出一人名来，<laughs> 就是对就是你弄出一个啊，就这种高光时刻的啊一等一的女演员，她要退下去，所有人肯定说那啥。 他脑子智力啊，上海人一定说他脑子瓦特了，嗯、<laughs> 是不是、啊？就是这个脑子坏掉了嘛，对不对？对对他是这么认为。你的文化不支持这件事儿，嗯、我们的其实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一个文化支持形成的一个果，不管这是善果还是恶果，它是文化支持出来的，对不对？你说八卦八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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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衷啊，就是。 我们其实也很八卦，要不然你也不做这台节目，对不对？是是,是，对吧？你不能说别人八卦不好，八卦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有时候听听也没什么不对的。而且那八卦有时候它是每个人都按照按照自己的理解，有利于自己的理解方向去取得这个结果，嗯、跟别人传授。嗯、这个呃八卦呢是有作用的，就是、呃、当然咱这又不不能要不能让女女性攻击我们啊，就是说。嗯 相比之下，女孩也承认，好像男的聊得少一点。对，嗯、女孩子们聊得多，这不算歧视女性吧？不算,不算对吧？这算赞美女性。对。<好>那么有人说呢，人类最早为什么八卦呢？星星是吧？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小动物，它要玩游戏啊，就捕猎，呃，这这打打闹闹是因为训练它成人之后，因为它需要去逮逮食物，嗯，所以它做这个游戏。嗯、呃，八卦呢，你了解在择偶方面，嗯，社会的价值观。 游戏规则，嗯，训练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女孩某种程度上聊这个不是完全没用的。她在这个交流当中，她知道关于婚姻、恋爱、择偶，对游戏环境、游戏规则、不同条件的比对比备。你发现这基本上全是这个。 最早就是说是猩猩嘛，它叫梳毛，就是那个行为。就是说猩猩跟其他的动物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们会相互的梳毛。其实梳毛的时候，它就在八卦。这有一点好处，就是它在梳毛的时候，它能够帮你看到看不到的危险。 就是你那时候是放松的，但是你也不知道你背后有什么，你旁边有什么。但是帮你梳毛的这个人，他说：“哎呀，这边可能有危险，那边可能有食物。<laughs> 哦”所以后来就是一个进化成人类就，对，没有了。他其实梳毛就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八卦的一个一个起源嘛。前两天我们一个团队也 <laughs> 也也也一女孩说：“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我说：“为什么？”她说：“这个我每天下班回家，我就跟他说这些八卦，<laughs> 哇,哇哇！他是个理科男哈，他他 <laughs>、嗯、老是一句给我怼回去。” 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该问你了。你看他这个，他其实是一个他他他交流，他抒发对对对是吧？不解风情。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儿啊，你说它不重要，它也可能很重要。它将对,对因它而起的议论会直接影响到呃社会大众对于婚姻的选择，你说对吗？他在这个里边看啊。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怎么办啊？出现了这种这种资本关系，你不信？哎，我再我再给你找一材料，我还有呢，我还有呢，就是，你像我刚才给你讲一个女的，就是一一气之下净身出户，嗯、最后后悔。嗯嗯、那同样还有相反的这个女的，现在都出来了，让外遇老公净身出户的策略，就是你知道吗？发现这个老公在外边这个呃出轨，她的这个梦啊。 彻底粉碎之后，我要实现一个目的，不是跟他平分财产，而是让他净身出户、净身出圈。他说怎么办？我通过黑客软件定位跟踪，发现他凌晨去了酒店。第二天一大早，我跑去酒店查看了监控。我破解了他的手机密码，挑出他手机里生意上重要的人物通讯录，破解了婆婆手机的密码，翻出老家所有亲戚朋友的联系电话，甚至于就是说。 光有他出轨的证据，这还不够震撼他。我他做生意的人和他的这个生意圈难免有些不法的事情。我连这个证据都搜集，搜集齐了之后，他说最后的一幕是在他的办公室发生的。拿到所有的证据到他办公室，十分钟之后他就出来了。老公签下来的，一分钱不要，所有的财产归他。他说，而且我还是要让我的律师通过法院来把这个判下来。 因为这种私下的协议还怕不够法律效力，你瞧，现在已经有了这样有胆有识的了。这个这个给我，模、呃、仿对，这个不值得模仿。<laughs> 这个事儿给我听的有点毛骨悚然，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就是 <laughs> 这么干事儿，你这个都对，不不计后果，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事儿、啊、哈，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嗯，那任何犯了错误都有一个救济方法。 救济方法只能达到相对公平而已，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尤其不能说你还我青春。简单的说，那我也有青春，是不是这意思？嗯嗯、男女这么一分手最爱说啊、哎、什么我那么年轻，我那么漂亮，嫁给你了，你现在还我青春，那青春怎么还呢？嗯、对不对？啊、我也是这费啊。那那所以这种都叫无理要求。就事论事仅仅夫妻啊，有夫妻有短的，像两宋这个才三年，三年这这这结不结离不离都差不太多。你三十年也有啊，对不对？ 我们举的那些过去举的那些例子，那那个都就由由贫穷到富有，巨大的财富，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就包括这个这个谁呀、啊，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贝索斯，贝索斯啊，你这么大的财富，全全世界首富，他不是也面临着离婚？但是人家女方做的高级，不跟你纠缠啊，没有非得平分这个原则。天下的事儿，我告诉你。 所谓的平分也是相对的，怎么可能平分？嗯嗯你那个财产它不是一个钱，钱好好好办，最后一切一出二就分了。它是好多都是说不清的财产。哎，你马爷，你看您看您您您您收藏，我我突然想起，你比如说，假如您这个财富就是您的收藏，嗯。 这收藏都得成堂的，他几把椅子，对吧？一一堂四把黄花梨怎么分？你说这一分，或者说你老婆也不收藏，嗯，那那怎么分呢？那怎么分呢？就是明白人，就是说一种恶劣的分法，就是所有东西都拿锯子一锯为二，那那不值。那要不然就变成说你拿一件，我拿一件，这么来回拿呗。农农耕时代分家净这个，别牵牲口，对对对，一堆牲口，你牵一个，我牵一个，大家挑挑呗。所以你要说让他绝对公平，没法绝对公平。 离婚这事儿就不要再试图找这个绝对公平了，嗯、要想开。八卦的这个新闻里边确实很丰富，有些呢就特别像胡同里的故事，比如说，就是王宝强的故事什么，就他那个八卦狗血吧，跟这个市民阶层很接地气。对。 有些呢太接了，太接了，所以观众得到很大的满足。哦，原来跟我们胡同里是差不多一样的，嗯、这故事也差不多。有些呢，就完全是，你比如说精神上，嗯，你像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八卦里有我喜欢的吗？有，格里高利·派克跟这个，赫本，嗯，最后他死了，他去送了花。哦，原来大家知道，当时罗马假日全世界都认为他俩应该在一起，最后。 他告诉大家，他依然爱着她。哦，是相爱,爱，哎想爱她一辈子。那么还有这个基诺·里维斯跟那个桑德拉·布鲁克。嗯，那么我看到有一个节目，就分别采访他，他俩说，其实我当时是喜欢她的。哦、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就是、二十二十多年了，但是当时因为她太好看，我不好意思看她。 就是这种因为、哦啊、外国男人也有这毛病，也有、哎。其实我觉，哎、对，啊、我觉得，八卦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自己很诚实的用，嗯、反正也都是演艺行业，大家去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这种也省去了被人八卦的一个一个这个这个烦。就我我很喜欢一个韩国的导演叫胡尚秀，他就是跟一个呃。 韩国的女演员叫金敏喜，然后他们也是不伦嘛，婚外恋。然后这金敏喜交往的全是大帅哥，巨大的帅哥。但是后来就跟一个六十多岁的这个导演好。而金敏喜很厉害，就是发短信给导演的这个老老婆说：“你跟他好了这么多年，现在该我了吧？”就是非常非常猛。<laughs> 但是他们很有意思，就是后来红上秀他就把他们的这个感情全部都导成电影，就是他每一部其实都会有他们感情的影子。其中有一部我很喜欢，叫《独自在》。 海边的夜晚吧，里面就是金敏喜演一个女演员。 然后男演员他另外找的就是一个导演，然后关键他不是美化他们的感情，他把他们之间的那种尴尬、那种绝望，甚至是很龌龊的，然后这样的欲望什么不堪，全部给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就你不制造美好的幻觉，你告诉大家我就是这样，这就是真实的我们的感情。那我觉得这大家其实也容易理解，也不会在你身上投射幻想，然后再破灭。哎，有这样一种观点就从你这儿来的，就是说、嗯、这个艺术家。 或者说是这个演艺人员，嗯，他们有感情经历多一些，嗯、呃，跟他们的职业特点也有关系。你、嗯、比如说，俩人俊男靓女在一块拍戏，演男女爱情，嗯、一起待半年，他这是这有可能。而且呢，这些个经验也可以作为他们演绎的这个素材，或者艺术家创作的这个嗯作品。嗯、这就说到说。 那么我们这个这个观众对他们的要求，或者说所谓这个严酷的舆论环境，嗯，能不能因为这个就稍微松懈、宽容一点、包容一点呢？现在好像观众对他们要求更严格。<laughs> <laughs> 对，你看，我刚才是一直在脑子里想他这事儿，就是说的这个这个这个格利高里派克这事儿、啊、哈。你看西方文化是这样，他到老了他会说出来。 中国任何演员到老了，他不会说，他把所有的情感就跟着他一块儿就死了。他他有没有？他肯定有，对对对他不说。我就想起我在美国看过一个节目，那时候去美国住在一朋友家，英文听不了，他把一句一句给我翻，非常受感动。他现场就是记者采访一个男的，你就、这个、节目好像就叫《我的梦中情人》，哦、听着就好听。 一个巨幅的大照片特漂亮，一女孩。他说：“这就是我的中学同学，我当时怎么暗恋他说了好多好多事儿，然后他说：“你真的很喜欢她吗？”说：“真的很喜欢她。”说：“我这么多年都不能忘怀。”说：“那你就好好看着她。” 然后这张大照片现场砰就破了，一张纸哈，一个特别肥胖的女的晃晃悠悠出来了。<laughs> 对啊、出来以后呢，啊、就是那女孩啊，你看这男的已经也变成那美美国那个三百斤的胖子了，跟那跟那中学时代完全都不一样。这女的就特高兴说，就说为什么就是你那时候喜欢我，你不跟我表达呢？就是他们都特别真实的表达。嗯，这种节目就是极为感染人。 就我其实跟这这这个文化差那么大差异，有的感动的都不行哈、啊。我觉得人生有这种美好，去去有机会叙述，让别人知道，中国人肯定不会说，哎呀，说那我根本就看不上其实我心里不是这么想。嗯嗯，今天你要说做这样的节目，我觉得你中国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人，但是能不能找到这样真实的表达，也很难。对，都变成演了，最后。 就是演行，嗯、他媳妇儿不干。我是 <laughs> 对对对对对，<laughs> 他媳妇儿还不干，对不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就是影视行业或者大众传媒，它确实应该像马爷说，就是它不应该是缩减人们对于真实的认知。就当你影视剧里所有人都是从一而终，大家就认为好像只有从一而终这么一种选择。我觉得这个大众传媒或者艺术，它是应该展现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人性、人性的灰色地带，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些灰色地带，而不是。 就是一个美好的，但是是一个假象。我觉得这种大家对于生活的理解也会很。你知道，就是你，我现在想啊，他就是说，我现在就明白，一百年前乃至于两百年前的哲学家们啊，在考虑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时候啊，他的很多观点的起因，我现在明白了。你比如说，认为资本是这个万恶之源，这个话他能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到最后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件事情进来了。 就是说啊，比如说，本来演员演戏、艺术家创作是很简单的事情，哎，这是咱们古典的理解，嗯。但是后来一变成这里边带了大批的资本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变形。您、嗯、说马马爷，您说是不是？那么好，比说一个西方的资金花看中了一个中国的某个当代艺术，嗯，哐叽一下，你们不是土鳖吗？我告诉你们，我有话语权，嗯，我就买，我一千万美元买。 然后你们中国这些土豪们也跟着上，跟着上，我一抛，类似这样的资本游戏，嗯，对吧？你然后你就会发现，呃，好了，就像你说的，嗯，就像满爷说的，既然发现人都把我抬到车上了，我一看挺好，我在扎一安全带，<laughs> 这不也是人性之自然的吗？谁能挡得住？嗯，你你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就是种种操作，你觉得是不是背后有个这么个东西？是。 当然，咱也不能说资本这是他他的他的恶的一面，他一定也有他善的一面。资本本身就是人格化的，就是以前人家认为好多人都说资本它是一个中性的，呃，落在好人手里它是好起好的作用，落在坏人手里起坏的作用，不是的。所有的资本都不是抽象的，它是人格化的。怎么讲？它代表一个人的意志，看这个资本在谁手上。 啊、所有的资本都是有话语权的，就是我不是说，把这钱就给你用了，你随便用吧，不是的，资本后面是有人的，我要最大化的，我要利益要最大化的，就是这钱是谁的最初？对，现在给你不是你的，是假象是你的。是的，我投资你那个电影，嗯、你好像操操控这钱，实际上还是我操控这钱的。对、啊，要求很严，现在越来越严，具体很具体的条款。 在资本面前，就是人会异化，人性会发生变化。你因为人拍，但但是我问你，嗯、你觉得就是说这一波又一波的操作哈，嗯，是对他们这个资本落着好了，还是对本人有好处的吗？资本在明星的运营上，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认为他们在这个对所谓明星的人设上，各方面包括婚姻、恋爱的设定上，他们非常有经验。 怎么样能多赚钱？怎么样就是付费能力，让他的粉丝付费能力，呃，体现出来。他们非常成熟。离婚也能多赚钱吗？离婚，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如果是他俩，他俩的婚姻影响他俩赚钱的话，或者影响其中某一个赚钱的话，我认为经纪公司和后面的资本会毫不犹豫地鼓动他去离婚。 哎，离婚是不是对女明星来说更好？因为离婚了之后，她就有这个独立女性，然后就是这种新的形象。但是男的好像很容易就落着一个负心汉的这种、这种、这种形象。所以是不是离婚对女明星来说更有利啊？呃，在中国情况确实是。其实我们知道以前离婚，当然它不是设计的，它受益比较大。你比如说像刘晓庆。 每次离婚或什么的，她是作为一个，因为那是她的社会形象，她是一个独立女性的社会形象，不断的在强化她那个社会形象，所以客观上讲对她是有利。 越离越越独立，对吧？越有价值，越有价值。现在你比如我们现在就这这这个节目很别扭，不能直接说这人名，都不是私下哈。<laughs> 你先说我就，就是 <laughs> 就是现在有的那明星，肯定是他只要一离，那女性肯定比他现在有价值，肯定有这样的明星，肯定的啊。嗯、因为你看你在最简单是他们俩一出场的时候，你看底下跟帖，嗯，几千上万条跟帖。 有时候就是骂声趋向一致的时候，那肯定是要离的，<对>离不才讲。为什么老跟这男的？这这底下有数据啊。对，你知道吗？这个人有数据分析，我不是干这个的，我就是瞎看，我也是八卦，我跟你没区别。但是我呃，一方面我也是八卦哈，另一方面我有时候也经常反省我自己，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啊，马爷就是咱们这个早晚有个大限在面前，你知道吗？我那天看见一个上师讲一句话。 对这个正在八卦着的我啊，我当时就不瓜不八卦了，我就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他说：“你们天天讲着这些男明星、女明星、婚姻、恋爱，乐此不疲，在消费他们，在狂欢他们，好像你们能够永远活着一样。”嗯，你知道吗？就就就会觉得你一想，哎，生命有限，如果。 突然间就到最后一天，我一想，我这辈子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做我范冰冰是吧？<laughs> <对> <laughs> 这就嗝儿了，<laughs> 我天哪！你知道吗？就好像你以为你能永远活着一样，你天天、嗯、天天就聊这个。没有人，没有人这样认为。但我们生活中大部分都是一个无聊的时间，需要打发。为什么现在八卦那么盛行？信息、呃、来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俩人一离婚，嗯，呃，一小时之内全国都知道了。是、嗯。 它那挂上网，一般情况下你一小时之内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本身，它是一个产业。就是它的这些消息是一个产业。以前呢，我们九十年代我们写戏的时候，当时那个叫娱记，嗯，其实这些新闻是由娱娱记这个批发出去。但是娱记当时的媒体呢，我们的媒体基本上是国营的，哎、嗯，而且娱记也很自觉，就是。 这个事儿我们是不能报的，报了这个人就完了。但实际上这人没干任何伤害别人的事儿，没影响别人。嗯，但是所有渔具还有一个底线，所以当时那么多全国那么多渔具，居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很难得呀。 今天是不可能了，就是道上还是有有点良心啊，对<吧>现在没了，现在还早没了。现在你 <laughs> 现在你不是也得说就是？<laughs> 现在这个明星一结婚、离婚、分手什么相恋，这个自媒体文章当天晚上就多少篇就出来。出来我觉得这个运动员、嗯、裁判员、解说员，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对生活中,中的乐趣和利益捆绑在一起。 那肯定是落霞与孤鹜齐飞，讲得好，讲得好 <laughs> 落霞与孤鹜齐飞，谢谢谢谢谢谢，<laughs> 这娱乐圈一片风光。哈布斯堡王朝，嗯，或者汉代的和亲。 就会发生变化。格力高利派克。 这世界很酷。